哇，挺随便搭。哇，條女執嘢，條女俾人打，跟住哇打交，哇！各位，而家係5月24日嘅下晝5點鐘啊，咁啊銅鑼灣嗰度咧係打到 bling bling， 我啊好希望大家就一定要冷靜。但任何人呢就最緊要是如果能夠避免呢啲咁嘅危險地方呢就唔好去銅鑼灣嘅地方住先，留喺屋企度安全好多。話機，我希望呢警察呢保護我哋香港嘅市民，保護我哋香港嘅性命財產，我哋香港嘅市民呢唔可以再俾呢啲黑暴無差別打人㗎啦。黑超哥唔該。絕對係應該要譴責呢班咁嘅暴力嘅，我哋唔要咁樣嘅暴力，大家一齊拒絕攬炒，救救香港。救救香港。